就是2017年9月份，我们天眼发现了第一颗脉冲星。脉冲星在宇宙中是一种非常奇异的天体。脉冲星它会有固定的频率，等于说固定的周期发射一些脉冲，当这些脉冲到达我们地球，让我们地球可以接收到。星是一种电磁波的一种很规律的那个有节奏感的信号，音乐呢它是一种声波发出来的，也是一种节奏感的信号，电磁波的节奏转换声音的节奏，或者把那个电磁波强度直接对应成声音的强度，声波的强度接着就对应，你就得出一个无线电波的那种节奏有节奏的信号变成一个声波的有节奏的信号。它自身是有一些律动在里面的，我们要把这个律动用在歌曲里面，也就是说把脉冲星的振动当作歌曲里面的一种节奏元素去使用。其实这些脉冲星的信号呢，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比较的陌生的，能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空间，所以我们在做这首歌旋律的时候，我们把那个旋律的音区设置的还比较宽。这首歌我去和脉冲星合唱，这就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然后也想在这个特别的年份呢，把来自宇宙的祝福也送给大家。每一颗恒星散落天际角落，在远方发着光。星耀计划呢，其实是酷狗发起的一个支持更多音乐人展示才华的平台。我觉得星耀计划它更像是天文台的望远镜，它能够发现很多之前我们用肉眼看不见的一些也在发光同样很闪亮的一些宇宙中的小星星，就比如说脉冲星。